叫 Judy， 今天我们在世贸一馆参展。那我觉得这几年下来，我有一个很大的心得，咖啡已经是慢慢的变成精品了。所以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摊位，不管我们的咖啡机或者我们的咖啡豆，或者我们的糖浆，我们都希望让这个享受咖啡的人越来越是享受精品的感觉。所以我们不管在机器或者在物料的要求，还有在人员的训练，我们都会照精品的精神去精品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想这个设备的经营还有物料的经营都需要很